妈妈不会放弃你，有车还有救了。副总，最新线索，您要找的救命恩人就在前方不远处的张家村。 我把你养这么大，管你吃管你喝，现在能卖点钱了，你他妈想跑？贱人！要不是这个小野种，老子让他多卖两万，滚！臭哑巴，在这比划把你手里剁了！放开我妈！小野种，滚！ 哎呀！喊喊喊！找死了！再走！<笑> 五万，你说说，养了20来年，花了可不止这么多，真是个赔钱货。妈，你看看他，胸骨连2两肉都没有，我不喜欢。 30好几个，连个媳妇都没有。你是想让我们老张啊断子绝孙吗？哎，拦住他！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啊！你们放我出去，我的幼羊！你看嘛，还是个哑巴。屁股大，能生，能说话，能咋的？跑跑跑跑什么跑？我告诉你，你那个拖油瓶已经被人家扔到河沟里淹死了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 呀！妈，他不会死了吧？没事，死不了。你赶紧去找你干叔公，明天把婚事给办了。有这么着急吗？怎么不着急呀？你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我死了也能有脸去见你爹呀！嗯哼，去呀！这谁家娃呀？ 我要找到你了，怎么回事？前面一堆人把路堵了，我下去看看。这是我给那个女人的吊坠，怎么只剩半个？这不是副总要找的玉坠吗？ 这难道是父亲的孩子？等等，孩子给我放下！我的孩子，你的孩子，我的。
这是你自己女儿，你看热闹你不救人？我想救来着，你们不是抢先一步吗？张铁柱，你还能有啊？你个老光棍，明天老子结婚，我婆娘带来的娃，三宝吹牛了，谁能嫁给你？包子你妈给你卖的吧？放屁，那是那些女人配不上我。副总，孩子情况不太好，不能再拖了。那个被拐来的女人会不会就是你要找的人？走。哎，那孩子胸口是不是有块玉？那是我家传家宝，人带走东西我不会留下。告诉你啊，那东西好多人买，我不卖的。你这把我抢了，妈，大了大了。明天老子结婚呢，都来喝喜酒。立刻去查一下他和他买来的女人。是。孩子头部撞击严重，左部有血块，可能会造成失忆。失忆？是的。而且孩子有严重的营养不良，不排除后续有其他并发症的可能，需要留院观察。顾先生，孩子的亲子报告最快明天可以出。你是我的女儿。你妈妈是我要找的人。我会回来找你。你又在哪儿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医生，医生！妈妈，妈妈。你要干什么？安分点死哑巴，我哥都不嫌弃你是个哑巴，你还闹腾起来了。就是，早点给我们老张家生个大胖小子，有你享不完的福。我要去找悠悠，我要去找悠悠。妈，这哑巴这么闹腾，他要是跑了，你可不能再用我的嫁妆给我哥买媳妇了。等洞房完就把他锁上，等他和你哥有了孩子，才怕他不死心塌地的。愣着干什么？上来帮忙啊！好好好，快脱衣服！我要离开这，我要找悠悠。你那个拖油瓶早就死了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不然村里面多的是光棍汉，我把你卖了，我还能再买一个听话的回来。悠悠没有死，他没有死。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再看着我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。反正瞎子也不耽误生孩子，快点把他拖出去。走，走。妈，你瞅这哑巴还有这种好东西呢。哎，是我的。走。我哥呢？出去办正事儿去了。回家边悄悄过去这下去。哥，出去半天交代你的事儿办了没啊？办了，明天三叔过来给我证婚。好。你这钱哪来的？哥，你发达了。你们猜我啊？看见谁了？谁？哑巴女儿。哎呦，满头都是血，估计啊，活不长了。这跟这钱有啥关系啊？刚来了两个傻了吧唧那钱人，要救呢，那能让他随便救啊？啊，给钱，我顺势就把那孩子给卖了。哎呀，还是我儿子聪明。哟。悠悠还活着，不过必须逃出去。妈，这哑巴这会儿看着还怪好看的。明天都去接我了，我先试试，能不能生儿吧？阿姨呀，着急啥？过了明天，你想咋睡咋睡，今天不行。等明天的你啥样？
来了，哎，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哎，好，来里面坐，里面坐，小朋友，来来来，坐打点糖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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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了，走走，最好别理我，真的老实点，不然我就永远见不着你女儿了。你知道我女儿在哪？妈妈，这个新娘子好漂亮啊！这人仨运气，瞅你顶档相还能套到漏，怎么这么好看的？凭什么？一分钱彩礼都没有？你知道个屁！这媳妇是买来的，还是个娘吧？各位乡亲，欢迎大家来我和媳妇的婚礼。杨连柱，你该不会不知道你媳妇叫啥吧？放娘的屁屁！我媳妇我能不知道叫什么？那你知道，那你说吧，说不出来那就认得你没本事，别卖媳妇。你这，行，你瞎说什么呢你啊？咱们村上对人口买卖那还是相当重视，就是的。哎，江英救救过我，不认识他的，我不想嫁给他。哎呀，铁柱，快管管你媳妇！别再成何体统，起来，丢人现眼！你乱管，没让人听懂，听见了，就是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哎，那铁柱，快扶你媳妇入洞房了。哎啊！对，入洞房，入洞房，大家今天就散了吧啊！大总，那饭还没吃呢吗？哎，老怂你，饭都吃不上，坐，坐，坐，好，我的地盘丢我的，明白吗？哎，你个贱蹄子，看你往哪跑！你没事吧，哥？要杀？对呀！哎呦！副总，已经调查清楚那天谎称小姐父亲的男人家在哪了。您不用太担心，小姐的妈妈就在她家里，你马上就能找到救命恩人了。我来了，你再等等。是他，是他，他是悠悠的爸爸。没事。这个浪蹄子，敢打我儿子，看我今天不打穿你的腿！你嘴巴放干净。当街打人，你还有没有王法？我是他婆婆，你是什么人？好啊，你个浪蹄子！我说你一天到晚的往外跑，原来你是外面有野男人的啊！你这老婆婆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我们副总根本就不认识他，还说不认识？你看看这个浪蹄子，都快躲他怀里了！哼，老婆子我也不是不讲道理，如果大老板相中了，给我10万，卖你了。他是人，不是你能随便买卖的东西。我们老张家花了7、8万娶她回来，钱怎么处置是我的事儿。哼！哎呀，我花了那么多钱娶来的媳妇儿啊，这就要跟人跑了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哎呀，来人呐！这不是老张家媳妇儿吗？这洞房还没入，咋就跟我野男人要跑了？就是嘛，把赵家村的人还能让这两个外地人带走了？副总，要不算了，他们人太多了，咱们惹不起。咱们今天是来找您救命恩人的，这样，先把这个姑娘还给他们，改天咱们带人来救她。谢谢你。啊，走。啊，老板，想买随时来。怎么感觉那么熟悉？
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人家大老板能相中你这个二手货吗？走，你去跟着他。那孩子那边的线索，我自己去。副总，放心吧。姐姐，回去。弄死你！你们这样是违法的！别你给我瞎比划，老子看不懂啊！你乖乖的躺床上，把衣服给我脱了！跟他废什么话？赶紧的，把事儿给我办了！明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！行吗？明年肯定给你生个大胖小子！别动！我哥告诉你，喊越大声，王爷越像。亲！副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跟着他们婆媳俩跟到这儿的。您是顺着地址找过来的？救命恩人也在这家，不会就是他吧？不好！妈，急死我！你还真疼，我真疼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你哪儿都跑不了，还敢给我挣扎！告诉你，今天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！我看你的，住手！是你吗？住手！他妈谁破坏老子的好事？还以为谁呢？这那个拖油瓶的大老板啊？怎么啊？买完小的，还想买大的？啊！悠悠被他救走了，太好了！动我媳妇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动一下，二碗！你口口声声说他是你老，你就这么对你老？你把他当什么？关你屁事儿！我告诉你，你要么给钱，要么滚蛋！对，我们副总是富氏集团的总裁，他今天来这是找他救命恩人的。你们要是敢虐待他的救命恩人，有你们好看！他还记得我。他来救了什么狗屁救命的人？你们这些有钱人都动动嘴皮子就想把人带走啊？那我损失谁赔？要么给钱，要么滚！我不会给你钱，更不会助长你的违法行为。我信！哎，你再换换，睡疼了没有？杀人了！你们敢杀我儿子？杀人！我杀了你们！哎，怎么了？妈，这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这玉佩哪来的？这个。哎，手，怎么抢我媳妇儿？哎，抢我妹啊？你说话尊重点，副总只是想看看那玉佩是不是他送救命恩人。救命恩人？这玉佩是？是。那晚我救的人是你，那晚的人是他。啊，那是我的玉佩。你想说什么？是他，他拿走了我的玉佩。啊！你这个哑巴，比比划划的，出撞了贵人。大老板，这玉佩的确是我女儿的，宝贝的很，平时都不让碰，没想到是大老板送的信物。
怎么让你见不到你女儿？你说这玉佩平时她都不让人碰，那为什么出现在孩子身上？哎，我妹多善良啊啊！那亲情上肯定不一样嘛，要不怎么是你的救命恩人呢？啊，大贵人，准备怎么报答？我会娶她。真的吗？你真的会娶我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吗？哥，赶紧给嫂子道歉。哎，今天啊是我跟嫂子的大婚，但他们之前俊威那孩子闹了点矛盾，所以我嫂子才有情绪的。对，瞧我这记性。哎，这是那大老板买那小野种的钱，我干，一分没分啊！什么小野种？那是我们副总的亲生女儿。那不是你的孩子。你们这一家人满口哄，我是一个字都不会信。说，玉佩到底哪？大老板，我们也是有难处的，有苦说不出来呀。那孩子的确是我女儿的，但是我女儿她要嫁人呀，总不能让人看见她大肚子，那我们老张家不得让唾沫星子给淹死呀？问那孩子的爹到底是谁？他死活都胡说，我们只能出此下策，让他把孩子生下来，让他哥养。对呀，我媳妇儿就是不愿帮我们养孩子，今天吵着闹回娘家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哎。坏了，我家好事第一个弄死那个就是新鲜的人，是不是？好，就是。我可以帮你。不用，好女婿，我媳妇儿都是被我们惯坏了，有什么冲撞你的地方，别往心里去。谁是你？他要娶我女儿，当然是我女婿了呀。再说。他一个下人对祖宗的事情指手画脚，我们兰兰性子软，好女婿你一定要保护好她，千万别让人把她欺负了。我自然会保护好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谁都不怕。你现在就带我走吗？你收拾一些你习惯用的东西，剩下的就交给李特助去买。不用了，都买新的就好。那我们现在就走。哎呀，我的兰兰呀，妈妈辛辛苦苦的养了你。你走了，妈妈怎么活呀？妈，我也喜欢妈妈的孩子。妈，我西郊有栋别墅，你们可以住。你做的可真好，我就知道我当时没有救错人。走吧。哎，人都走了，把衣服给人家冷啊！走，小柚子。看什么看？我才是你男人，你是张远光住大别墅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今天管了我的好事，老子给你过去第一个弄死小野种啊！你骗我！你说过不会伤害你的。哎呀，给你说了，我听不懂。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月月。你这就跑！求求你，带我走！你想让我带你走？求求你，带我走！你在这瞎闹什么？哥，你平时宠着嫂就算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领不清？你让我这面子往哪搁呀？还不快把嫂子带回去！死丫头，在我妹夫面前丢人现眼呢！快点，放开她！带我走！为什么这个女人总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？还是先带回去查查。你不是说一个人舍不得家里，让你嫂子陪着你？哎，谢谢你啊，想的真周到。怎么回事？就抢我媳妇啊？要钱？看你说那什么话呢，都是。100万。啊？啊？多少？多少？100万啊！你可得说话算数啊！对，不能反悔。妈，这是多少？我不识字。
一百万。妹妹，100万，就真的是他。哥，这钱怎么能拿呢？对不起啊，我哥他就是穷怕了，为了帮我养孩子，还去黑煤窑里打工，差点死在里面，所以才这么看重钱的。你不会看不起我们吧？怎么会？是我想多了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你嫌弃我也是应该的。能在你身边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你别多想，我就让他陪着你。嗯，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好。嫁有钱人了啊，日子过好了啊。你哥还在这受罪呢。不行，我媳妇儿去我不放心，我要跟我媳妇儿一起去。哥，你干啥啊？我是你亲妹妹呀、啊，我还能亏待嫂子不成？你在家给我好好待着。嫂子，咱们走啊。我带你们去换身衣服。好。我走。死丫头骗子，真以为自己闪击变凤凰了？对我指手画脚的。你傻！那你妹嫁了有钱人，这钱不都是你的了？是啊。天哪，这也太豪华了！悠悠，妈妈来了。我先带你去看悠悠。糟了，忘了那个野种了，他可不是哑巴，要是揭发我，那就完蛋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很久没见孩子了，想跟他说点贴心话。我能不能单独去见他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他不会怀疑我了吧？悠悠昏迷了，现在情况非常不好，医生说尽量减少单独接触。昏迷了？那我还是先不去打扰他了吧。昏迷就不用担心他会乱说，也更好办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还是等他醒了我再去看望他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悠悠昏迷了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是在问悠悠吗？是，他还好吗？大嫂，你额头怎么流血了？我们都没注意到，他是想提醒我们他受伤了。我还是先带你去处理伤口。走。这个死哑巴，赶紧让他离开这。你别害怕，这里没人能伤害的。谢谢你。手语我完全听不懂。这个给你，以后你想说什么就打出来。那我先去看悠悠吧。你还有事吗？我现在的身份要去看悠悠有点不合适，万一他觉得我是坏人把我撵走，我就再也看不到悠悠了。死哑巴，你刚才告状了，我看你是不想让那个野种活了。我没有。我告诉你，玉佩现在可在我这儿，识相的话就赶紧滚回去，安心给我哥生儿子，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。我不会走。那个死哑巴，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我只想留在悠悠身边。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必须给我滚，走不走？滚出去！谁在里面？是我，我不小心摔倒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先去忙吧，不用管我。好，那你小心一点。姐，你想告发我？我现在才是这儿的女主人。你看他是信你还是信你？是哑巴，就给我把嘴巴闭紧，把这儿给我收拾干净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不会离开悠悠。去做一下亲子鉴定。他要做亲子鉴定？你要怀疑他？好，等等，隐蔽一点。是，他要做亲子鉴定，我绝不能让他发现我是假的。
不想滚，那就别动。还站着干嘛？还不滚出去！嫂子，你等等我呀！嫂子，我就梳了梳头，你怎么不等我呀？哎，李特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替副总拿些东西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你了。你又利用我！你个哑巴倒是聪明，不过可惜只能替我做嫁衣了。你迟早会遭到报应的，你不会等到这一天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干什么不用你管，记好你的身份。副总，签字鉴定出来了，鉴定材料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亲自去拿的。看来我真的错怪他，这回他不会再怀疑我了。文静，这么多天了，我还没单独见过悠悠呢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。嗯，太好了，那我就先去看他了。他这么关心悠悠，我怎么还会怀疑他？真是人傻钱多，这么好骗。你俩先下去吧。我难道还会害自己女儿不成？悠悠也危险。啊！来的正好的，我正愁没人背锅呢。小野种死了，你就是杀他的凶手，而我，就是被你打伤的目击证人。你无耻！这可是你自己偷偷闯进来的，我可没有抓你进来。只有死人他不会开口说话，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会放过那个小野种吧？你从没要放过悠悠。当然，你们多活一天我就危险一天，我现在我可不用担心。你别动，你别动悠悠的氧气。陆青言，就是让他死呀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陆青言，你好大的胆，谁让你进来了？是张兰。文姐，我就是看到嫂子鬼鬼祟祟，我才跟到这里来的，没想到被嫂子发现了。我想要拦住他，我真的想要拦住他的，结果没想到他拼了命的打我。幸亏你及时赶到，否则，明明是你，是你想杀悠悠。不理想，我能看见谁拔了悠悠的氧气管？早知道你心这么狠，我就不该心软救你。我没有，悠悠是我的女儿，我怎么可能伤害她？把她给我关起来！副总，这是小姐房间的监控录像。有监控？不能让她看到监控。文姐，嫂子刚像疯了一样，我好害怕。别怕。文姐，我担心他还会伤害悠悠。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文姐，是我撒谎了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害怕失去你，所以才失去理智，是我错了。他要杀了悠悠。他说是你干的。悠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我怎么可能伤害悠悠呢？我今天所犯的错全部都因为你对嫂子太好了。我有
你有，你替他处理伤口，你看他的眼神还很温柔。是吗？我只是看到他就有莫名的熟悉感。被我说中了吧？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我就是嫉妒他，我才想要故意栽赃他。我只是想要你把他送走。我怎么会真的伤害悠悠呢？我只是担心失去你啊，文姐。难道你忘了我才是你的救命恩人吗？你忘了我为了这个孩子受了多少委屈？你怎么能怀疑我呢？他在撒谎，救你的人是我。文姐，如果你接不回来，就跟他面对这些。我走，等悠悠好起来，我立刻就带他走。兰兰，是我不好，让你多想。你不能走，我已经在准备我们的订婚宴。我已经在准备我们的订婚宴了。真的吗，文姐？你对我真好。真的。不信你问李特长。我替梁兰向你道歉。我不用你道歉。悠悠在这不安全，我要想办法带她走。你说什么？文姐，我们还是别打扰悠悠休息了。给她买部新手机。有她在一天，我就不安生一天。悠悠，妈妈好想你。病人需要休息，不要待太久。都怪妈妈让你受伤，你快醒过来。啊，悠悠动了。你当我傻吗？还会在这个房间动手？没想到文姐还挺在乎这个野种，还在房间装了监控。这个野种命可真大呀，不过文锦现在什么都听我的，就算我差点杀了这个野种，他也会原谅我。你想怎样？不许你伤害我女儿。想留下来就给我好好当个哑巴，否则我可不保证这小野种还能活几天。你闭上嘴就能留下来，这交易很好，你同意吗？你不可以再伤害悠悠，他不会信守承诺，但我现在必须要听他的。只要你们乖乖的，我就会饶了你们，就当你同意了。不管怎样，妈妈都不会离开悠悠。妈妈，等我长大，当你的嘴巴保护你。好。妈妈会保护你。哎，妈，你怎么还留着那个哑巴呀？你以为我想啊？那个哑巴在一天，我都不能安心一天。那有啥不好办的？叫你哥把人接回去，他俩是两口子，那姑爷还能不放人吗？你就别提我哥了，都是因为他，文锦差点都不相信我，还好我聪明，用那哑巴的头发骗过去了，不然哪来现在的好日子啊？哎，你今天订婚宴呀，你就当着那些大人物给那个哑巴安个措施。我听说那些有钱人都是要面子的，到时候你就想留着他，他也会给他撵走。对呀，就这么办。感谢各位来宾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我的订婚宴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未婚妻张兰。哼，死哑巴，我在享受着你的人生，而你今天过后就要消失了。张兰，没听说过城南张家有这么一位大小姐呀。副总的未婚妻跟城南张家没关系，听说是副总的救命恩人，不是世家的小姐。可不是嘛，孩子都有了，这孩子也是命苦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了。你怎么做事的？
对不起。算了算了，副总大喜的日子。我的玉佩怎么不见了？那可是我跟文锦的定情信物啊！要被开始前我还见到过的，可是现在玉佩不见了，是不是项链断了？我特意换过链子，轻易不会断，除非谁是谁这么手脚不干净，偷了我们兰兰的东西！放肆！还有人敢在我傅文锦的订婚宴上动手脚？给我查！通知所有人立刻锁门，把向下找到这钱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。已经找遍了，没有找到夫人的玉佩。玉佩还能长腿跑了？没找遍，是他，是他伺候我们兰兰，刚刚穿的衣服，你们还没搜他的身。我没有偷东西。杜青阳应该不会偷东西。文锦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不好好查一查，又怎么能知道他偷没偷呢？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偷东西。你没偷，为什么不让我搜身？一定在你身上，为什么不让我动？都在你身上。哎呦！难道真是他？陆青言啊，陆青言，你就等着被撵出傅家。你别动！陆青言，不想被人搜身也可以，那你脱掉衣服自证清白。怎么不愿意？那你们还不赶紧帮帮他？上！我自己来。文锦，我一定要找到那个玉佩，那不仅仅是你送我的信物，还是我跟悠悠的约定啊！我答应他，要用那半块玉佩找到他的。万一他醒了，发现玉佩不见了，不认我这个妈妈怎么办啊？够吗？玉佩没在他身上。怎么可能？说，玉佩到底被你藏哪了？说了。文锦，他撒谎了，他不可能没偷玉佩。没偷？那你把手脚摊开，让大家看看呀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手里只有一只天使鹤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没偷玉佩。都被你藏在哪儿了？夫人，他已经说了没有。悠悠手里也有一个一样的千纸鹤。陆青言，你搞什么？你这么嚣张，就不怕悠悠醒来指认你吗？你恐吓我。夫人找到你的玉佩了吗？你太过分了！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他是你嫂子，不是佣人，你给他道歉。文姐，可是他偷走了我最珍贵的东西，那是你送我的玉佩。事实证明，他没有偷走玉佩。那我的玉佩到底去哪了？夫人，那是你在找的玉佩吗？
字眼了，你好有本事。副总，我说怎么刚才找不到，原来是有内鬼。李特助，把手脚不干净给我赶出去。是。姑爷呀，好姑爷，不是我偷的呀。害人终害己，看你们还怎么抵赖！你说话呀！哎呀！是我，是我冤枉他。青言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冤枉他？为什么要当众羞辱他？兰兰的言行举止一点都不像当年那个救我。反观青言，不卑不亢。兰兰真的是救我的那个人，是悠悠的妈妈。他跟我无冤无仇，他跟你冤枉，冤他。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和他萍水相逢，能是什么关系？我才是救你的人。你为什么束手维护他？你才是救你的人，我才是悠悠的妈妈呀！既然你喜欢的人是他，那你让他当你的未婚妻好了。我跟悠悠现在就走。兰兰，别走。顾总，小姐醒了。悠悠醒了，怎么那个小人怎么醒了？你怎么不把那个小野种弄死？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吧？你看看我这好日子，我还没活够呢！别说了，赶紧回家换衣服逃啊！走啊！妈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现在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跑啊！你干嘛？怎么办呀，妈？他知道我是假冒的了。开门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想跑？文姐，我悠悠好不容易醒，你身为悠悠的母亲，就一点不担心吗？他没怀疑我。我是在找这个，悠悠最喜欢蝴蝶了，我想让他一醒来就看到最喜欢的蝴蝶。啊，对对对，走吧。我要想办法让那个野种闭嘴。悠悠，悠悠，妈妈，你是妈妈吗？我才是妈妈呀，这个只是照顾你的阿姨。副总，小姐脑部受到撞击，虽然醒了，但脑部淤血还没有清理干净，暂时失忆了。什么？失忆了？失忆了，失忆了，太好。妈妈和悠悠更喜欢阿姨。悠悠怎么更亲近陆青言？悠悠可是我跟文锦的孩子，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。文锦，既然悠悠喜欢嫂子，不如就让嫂子照顾悠悠吧。来，我是爸爸，那以后我们就让这个阿姨照顾你好不好？悠悠喜欢爸爸，也喜欢阿姨。终于能陪在悠悠身边了。死哑巴，看你还能笑多久。副总，小姐刚醒，还需要休息。悠悠，你躺下。爸爸晚点再来看你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嗯，好，躺好。只要能留在悠悠身边，妈妈怎么样都行。那个野种总跟哑巴在一起，要是想起来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分开他。文锦，
文景，悠悠才刚醒，更需要健康的人来照顾呀。嫂子是个哑巴，万一悠悠跟他学着也不说话了怎么办啊？小孩子正在模仿阶段，还真有可能会不会说话。爸爸，悠悠喜欢爸爸，也喜欢阿姨。我会考虑。你偷听！你为什么要分开我和悠悠？你也看到了，只要我一句话，就算那个野种再喜欢你，文景也会把你换掉，我随时都能让你离开。你不要撵我走，我不会乱说话的。真是，谅你也不敢。记住，那个小野种的命在我手里，我掐死你们就跟掐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文锦，嫂子偷听到你要换掉他，正跟我闹情绪呢。他害怕不能住别墅，要回村里吃苦。嫂子，我都说了，文锦不会换掉你的，就别闹了。悠悠还是很喜欢你，这段时间还是你来照顾他。我会好好照顾悠悠的。你哑巴，总坏我好事，我非把你撵走不可。阿姨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没有人欺负我。阿姨，你脸怎么了？要是有人欺负阿姨，悠悠替你教训他们。有悠悠在，没有人敢欺负阿姨。不过，悠悠不可以随便欺负别人。悠悠没有欺负人。阿姨，你真不是我妈妈吗？悠悠记得妈妈的怀抱跟你一样。你想起来了？没有，但是我知道那个女人不是我妈妈。我可以喊你妈妈吗？妈妈。你叫她什么？你叫她什么？你想起来了？妈妈，你干什么？你吓到悠悠了。听错了，我刚刚明明听见子野总喊了他妈妈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？妈妈，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，我和陆妈妈没骗你啊。陆妈妈，好你个死哑巴呀，你敢骗悠悠叫你妈妈？是我要喊陆妈妈的，陆妈妈对我好，我喜欢她。好呀，你个死哑巴，你还敢教唆悠悠骗人？必须让陆青年离开傅家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悠悠！啊！啊！怎么回事？我还照顾悠悠，怎么能被受伤的？陆青言，陆青言，悠悠，悠悠，悠悠！救救悠悠！从今往后，我不允许你再靠近悠悠。文姐，我刚刚进来就看到这个哑巴，不仅让悠悠叫他妈妈，还叫悠悠骗人，挑拨我跟悠悠的关系啊！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他伤害你。今你就给我滚出傅家！我不能离开，张兰会杀了悠悠，我不能走，不能走。我就是被你的眼泪骗得太久，带走。是，悠悠。子雅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当然是来要你命的。
小姐姐，开门！接着就是一个小野种。 不好了，文静，陆青燕把悠悠抓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文静，陆青燕把悠悠抓走了，她还偷走了很多珠宝。陆青燕，挖地三尺要找到她。文静，悠悠不会出事吧？我好担心她。思燕吧，让你走开吧。 我要让你亲眼看看女儿死在自己身边，还要背上杀她的罪名。妈妈，我真找到你了，你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 干活吧！啊！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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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打个电话。可以让爸爸来救我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打电话给你爸爸求救，可打死他！哥，我什么都不跟爸爸说。不，你要告诉你爸爸，是他绑架了你。悠悠，爸爸快来救我！悠悠，你在哪？悠悠，好不好？妈妈，不，顾阿姨把我关在破楼里，爸爸、顾阿姨要把我丢到海里去，你快来！悠悠，你，死丫头，谁让你说那么清楚的？我都按照你们说的做了，我爸爸那么聪明，不多说一点，他怎么会相信？啊，妈妈，爸爸能听懂我们说的话吗？我的悠悠长大了，可以保护妈妈了。能，他一定会找到我们的。住手！这玉佩是？是，那是我的玉佩。傅文景，你可以找不到我，但你一定要找到悠悠。还没到吗？
小姐说的有海边，又有废弃破楼的，应该是西郊的港口吧？还有半小时就能到了，再快点，又等不及了。文锦，悠悠不会有事吧？如果他肯伤害悠悠一根毫，我就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我早就看出来，他对你别有用心了。悠悠一醒来，他就哄着悠悠讨厌我，还差点让你误会。没想到他竟然想杀了悠悠，他怎么会嫉妒一个孩子呢？他想要钱要珠宝，我都可以给他。他为什么要带走悠悠？悠悠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呀！放心吧，我不会让悠悠有事儿。快点！晚了，他们就要死了。我就不应该相信你。秋秋，带我走。你所有的接近都是蓄谋已久。张小姐发信息了，是让咱们抓紧时间处理。他们想干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人，弄死他还不容易？哼！哟，还长得挺俊，弄死可惜了。那双剑先耍一下。长得倒是细皮嫩肉的，看着就够味儿。抓紧时间。悠悠，一会儿陆妈妈松手，你就跑。妈妈，我不，你必须听我的，跑！来吧，来吧！呀，再跑，上，你先来，我去把他放了。再跑，再跑，接住路子。去死吧！贱人，敢跑我！敢打老子！闹死了吗？悠悠，悠悠！啊！你别过来，再靠近一步，我就跳下去。你别过来，再靠近一步，我就跳下去。你跳啊，跳下去我们省事儿了。张兰想杀我们，你们不要被张兰骗了。杀人犯法，我们死了，你们也逃不掉的。警察叔叔会把你们这些坏人抓起来的。你抱着这个死丫头跳下去，就是你杀了她，跟我们可没关系啊。张小姐说了，让我们做得干净点，不能让她就这么跳下去。我可以死，你们放了悠悠，我保证他不会乱说话的。悠悠，告诉他们你会跟爸爸说是陆妈妈绑架了你，他们救了你，让爸爸给他们报仇。不是你绑架悠悠，悠悠不会撒谎。悠悠，听话。你们救了我，我会给爸爸说给你们报仇。给多少？好多好多好多。哥，这买卖好啊。好啊，你跳下去吧，这小的我给他带回去。悠悠，再见。妈妈，不要离开我。你都记起来了。哭什么哭，早晚会见面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当然是让你们一起死了。一个孩子说两句话我们就信了吗？真把我们当傻子。你们是骗我。他说啥？跟一个哑巴废什么话呀，赶紧给他推下去，咱们好处理这小子。他来了。
负我妈妈！死丫头，别碍事！妈妈快跑！好感人的东西呀，可惜我不想看了。赶紧走！来人了，赶紧把这小兔崽子救下去！哎，这个哑巴呢？哑巴不用担心他，他不会告状的。还愣着做什么？把他俩给我丢下去！住手！悠悠，给我抓住他们！医生，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做的？说，是他，是他指使的。他说我们把那个死丫头。那就我们把大小姐带过来以后，他就给我们一笔钱。是他指使你？为什么他身上全是伤？他想博取同情，他还想假装救了大小姐，跟您要报酬呢。不是我，我没有绑架悠悠。真的不行，带走。苏心雨，死哑巴命真大，但这次你逃不过。你和那个小野种都得死！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啊？悠悠那么喜欢你，你竟然想这样博取文锦的同情？你喜欢文锦，我可以让给你。你为什么要伤害悠悠啊？你让我带悠悠走吧，我真的很怕，我不能失去他，我不能没有悠悠啊！没事，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，之前都是我心软，像他这种孤独。就应该待在监狱里，把他给我送进监狱。不是我，我不会伤害悠悠，是张兰，一切都是他找人做的。副总，他好像有话要说呀、啊，他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悠悠又是因为他受了伤，我不想听他说任何话，把他给我带走。这次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是。是他，为什么你不愿意相信我？给他手机。是张兰，他要伤害悠悠。兰兰先是受伤，后面全程都跟我在一起，都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在撒谎。如果我当初把玉佩送给嫂子，她被你带回家，是不是她就不会再伤害我的悠悠了？就我的认识，就算没有人，我也会找你。你先是贪得无厌的抢兰兰的玉佩，后来又要扒上她现在的生活，发现实现不了，又在悠悠身上打主意。我当初救你，真的是引狼入室。是他抢走了我的玉佩，我才是救你的人。你别被自己的谎言给骗了。我可以证明我没有错，你敢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没有撒谎，你敢吗？我又没疯。文姐，他发疯还要带上我？够了！这一切都是张兰做的，是他抢走了我的玉佩。别以为这样就能获得文景的可怜，你以为文景还会被你这种伎俩欺骗吗？你还是不信我？要这样你才信吗？我干什么？
陆晴，你就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是吗？我没有办法证明自己，因为你根本就不信。我真没有，我没办法保护悠悠。副总，我找了一个会手语的专家，一会儿就到。不能让傅文景知道陆晴在说什么。李特助，你为什么处处向着这小哑巴说话？啊！ 我就说他一个哑巴，怎么能拐走悠悠？文锦，是不是有人里应外合？李特助一直跟我在一起，他不会。所以你就这么相信他？这个哑巴连你都能骗，再骗一个李特助有什么难的？夫人，我就是想让大家能听懂陆小姐想说什么。所以这是你的意思，就算我救了你，你还是不相信我？ 好，那我走。是我暗示了，你心里一直都想着那个陆青言。既然如此，你那么紧张，就悠悠干什么？你让他去死好了，你让我跟他一起去死？兰兰，你和悠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离悠悠远一点，给我滚出傅家。 副总，陆雪在追车。等等，停车！太好了，你们俩把阴魂都散了。文静，你不会后悔了吧？悠悠还在医院呢。现在走吗？走。 悠悠现在怎么样了？妈妈，你别哭了。妈妈要怎么保护你呢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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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您有没有受伤？哦，没事儿。你胳膊怎么了？我带你去医院吧。您看得懂手语？能看懂一点。我没事，我送您回家吧。 死哑巴，还真想进监狱？我马上就走。想走？你以为我这么轻易让你离开吗？死哑巴，现在还知道怕了？你这个人，说话就说话，怎么还动手呢？你算哪根葱呀？别敢管我！还以为你真去攀什么高枝了呢，没想到就找这么个臭要饭的。 张兰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？明明是你，文锦都已经把你撵走了，还厚着脸皮找过来，你不会是想找这个臭要饭的给你撑腰吧？文锦，文锦吗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可是他的未婚妻，你臭要饭呢也配知道？他是文锦的救命恩人，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 跟这个哑巴待在一起，还能是什么人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这个哑巴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他绑架了我和文锦的孩子，是个该进监狱的垃圾。
我没有，这里没有傅文锦，你还不肯说真话吗？文锦，兰兰，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还在外面？不能让他发现我。阿姨，别去跟他们理论，会吃亏的。吃亏？看来这孩子被文锦欺负，我们跑。是陆星言，他又来了，我担心他伤害悠悠。他真是贼心不死。别做事，悠悠不会有事。你为什么要跑呀？要是告诉阿姨，她会不会真的认为我绑架了悠悠？我可以不说吗？你可以不说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相信那个女人说的话。就凭你刚才救我这个老头子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。谢谢你，你是唯一相信我的人。不但相信你，我还能帮。真的吗？可是你要怎么帮我？傅文锦并不相信我说的话。放心，我一定能帮你的。不过现在你得先跟我去医院，把你胳膊上的伤绑好。我没有钱去医院。不要紧，慢慢就好了。那怎么行呢？啊！阿姨，你怎么一直看着我？你是一直不会说话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从我记事开始就不会说话了。怎么了？你家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家在哪里。我养父在槐树下面捡到我的。槐树？是小王村那个大槐树底下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陆青言，拿药。那我先去拿药。啊！喂，老姐姐。我找到你的女儿了，老板电话。老姐姐，我找到你的女儿了。什么？我马上回国。我的青言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阿姨，我送你回家吧。能帮我的老姐姐找到她失散多年的孩子，也算弥补了当年我的过失。妮妮，妮妮，妮妮，你在哪儿啊？怎么办呀？姐姐这么信任我，我把妮妮弄丢了。要不是因为我，妮妮也不会丢。还好，我找到你了。我们怎么来这儿了？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敢为难。老夫人好。您是傅文锦的妈妈？是，这一回啊，你就放心的住下来，没有人敢欺负你。我可以陪悠悠了。死哑巴，真是胆大呀，还敢把人往这儿带，你也配？谁
让你随便打人的？我打他怎么了？臭要饭的，真是给你脸了，几次三番的敢惹我，小心啊，连你一块打。阿姨，小心。没事，你放心吧。文景知道你这样吗？文景也是你能叫的。我不但能叫他文景，我还可以让他和你解除婚约。真是说谎话不打草稿啊。我可是文景的救命恩人，是他求着我嫁给他的，跟我解除婚约，老太婆，你别做梦了。啊，文景，那老太婆是你妈妈。兰兰，妈，你怎么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？我要是打声招呼，能看见这一出吗？你感激他救了你的命，给他一笔钱就行了呀，谁允许你和他订婚的？文锦，妈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要不我还是带悠悠走吧。妈，我和谁订婚您不用管。妈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求求你能不能别撵走悠悠，他上次被陆青言绑架受了伤，到现在还没好呢。啊，妈，求你了，妈，求求你！我知道你喜欢陆青言，我不会跟他抢的，只求你，只求你能留下悠悠。青兰，你是悠悠的妈妈，谁都不可以赶你走。妈。你是怎么和他认识的？你不让我管你和谁订婚，你也别管我和青言怎么认识的。从今天起，青言就和我这个老婆子住在一起，你管不着。不行，不行，这是我家，怎么就不行了？妈，您是不是又从医院偷跑出来？你要一直住在家里，这病还治不治了？我来看看我孙女怎么了。哎，妈，您当然还是待在疗养院更让我们安心了。您要是住在家里，我跟文锦都忙，可怎么照顾你啊？不需要你照顾，我有亲眼就行了。刚让小的安分，又来了个老的。文锦，我是不是又说错话，让妈不开心了？妈，是我的错。我不如青言，我会讨你欢心。你就是不如青言，这些天青言会一直照顾你，等到他亲生母亲来接他为止。阿姨，你真找到我母亲了？对呀，青言，你的亲生母亲可是全国首富呢，有些人啊更是比不了了。什么？陆青言的亲生母亲是首富？妈，这些年您帮陆阿姨都找了多少个女儿？我看您啊是又病重了。忘了阿姨是个病人了。听话，咱们回去治疗好不好？谁说的？我都问过了，青言就是别人从大槐树底下捡到的，他跟别人不一样。反正我就是不让青言走。好，不让他走。你别以为我这样做就是代表原谅你，你记住我说的话，别再靠近悠悠。你凶什么凶啊？我来看我的孙女，亲眼照顾我，他得跟我一起看着。怎么不进去啊？我知道他安全就行了。青言，你怎么对张楠的孩子那么好，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？因为悠悠是……陆青言，你又在悠悠门口干什么？你忘了文锦是怎么警告你的吗？
张兰在，我还不能告诉阿姨悠悠是我的孩子，那样阿姨和悠悠都有危险。是我带秦言来的，你去告诉文锦啊，让他来找我。妈，你怎么总是让他说话？我才是你儿媳妇儿。我不认你。哎，不认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喂，哎，好好好，我马上来。青言，你母亲到了，我出去接她，你在这等我们啊。阿姨真找到我母亲了吗？还真有个亲生母亲，难道她真是首富的女儿？死哑巴，你还真好。哎呀，阿姨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母亲言。你干的好事！啊！文锦，你好好说，可能不是他故意放妈出去的呢。陆青言，是不是你怂恿妈替你出去找亲妈的？啊！你还说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妈她是个病人，她随时可能会晕倒，你还让她一个人出去啊？阿姨对你那么好，你却故意放她一个人出去，让她陷入危险。悠悠也对你那么好，你却绑架了她。陆青言，你真可怕！陆总，陆总，老范手机关机了。加派人手，找。是。我妈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你闭嘴！你除了谎言还会什么？把他给我关进地窖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一次都不愿意相信我？你来干什么？哪个死丫头为什么不能滚远点，非要来抢走我的一切？这本应该是我的。你的？笑话！你的女儿管我叫妈，而你救的人啊，把我捧在手心呢。同样，你那个首富的亲妈，以后宠爱的人也会是我。你要什么也得不到，你就不怕遭到报应吗？报应？谁会来报应我？那夜的那刻。这怎么回事？文锦，爸爸，我怕。都是他，他不仅伤害悠悠，他还打我。所以你打了他？怎么可能了？你看，悠悠身上受的伤还不及他的一半。我作为一个母亲，怎么能忍受伤害我孩子的凶手还好好活着呢？啊！他说的都是假的。母亲，你睁开眼睛看，悠悠受这么重的伤，都是因为你。
还撒谎，你知不知道，悠悠很有可能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记不起来了。那个叶总一辈子都想不起以前的事了，那就更没有人能拆穿我了。悠悠，还疼吗？不说。悠悠不是怕的，那悠悠怕的是什么？爸爸，阿姨受伤了，需要呼呼。爸爸帮帮阿姨。文姐，我不怪他了，都是为了悠悠，也是我失去理智了。我们还是放他走吧。原来这么事，我怎么不怀疑他？这次饶了。走，我不走，快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你要是再闹，再闹，我就让你再也见不着那个死哑巴。悠悠，怎么回事？悠悠说他头疼。医生，太好了，大小姐头上的肿块变小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小姐随时都能想起来。好了，那我的身份我不就暴露了？悠悠，你要快快好起来啊！妈妈，呀，妈妈，小孽种留不得了。那个小孽种昏迷了，你不想去看看他吗？悠悠怎么了？你对他做什么了？你，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悠悠，妈妈，悠悠都想起来了吗？妈妈，我好想你，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见爸爸了。张兰不会那么好心放我出来，不能让他知道悠悠已经想起来了。悠悠，答应妈妈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已经想起来了。为什么？还有，不可以叫我妈妈。我不，我好不容易才见到妈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杀了你。你杀了我吗？风文锦不会放过你的。他怎么会知道是我做的呢？你不会指望他还能看到吧？监控早都被我关掉。你冷静点。杀人是要坐牢的，坐牢？坐牢的人又不会是我，杀了这个小孽种的人是你。妈妈，你手受伤了。妈妈没事，别怕，一会儿妈妈抓住他，你跑出去找爸爸。爸爸，爸，快来救妈妈！你不会真以为我会让那个小孽种出去求救吧？哥，把那小孽种带走。有那么吓人吓人吗？啊？嗯？救命啊，妈妈！别喊！别忘事成之后，500万啊！放心吧，人和钱都少不了你的。得了，别喊。这回看你还怎么逃。文姐，文姐。
兰兰，你怎么样？，把他给我弄醒。 我一次一次的给你机会，你就这样报答我。悠悠在哪儿？文姐，悠悠已经浑身是伤了，他还一刀一刀扎在悠悠身上。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悠悠，那个孽种死定了，你就别白费力气了。文姐，他不愿意说。 他想悠悠死啊！母亲，我跟你说过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伤害我的女儿。你怎么对悠悠，我要让你体会同样的痛苦。住手！文姐，你在做什么蠢事？阿姨。 悠悠被抓走了，悠悠悠！我们已经找到悠悠了。妈，你别被他外表骗了，悠悠就是他找人绑走，他还要……住口！你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是谁绑走了悠悠？啊，对。什么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，真是废物！哎呦，哥，你糊涂呀！悠悠可是你的亲外甥女，你怎么能听嫂子的话把她绑走呢？啊啊！我要是把我供出来，就没人救得了你了。是他，给我一笔钱，让我把小孩放走。 你放屁！秦言兰看病的钱都没有，他哪来的钱给你？你们不是说他哭着闹着回娘家，就是因为讨厌悠悠？那他为什么现在费尽心思偷走悠悠？还不是看你，悠悠是你的女儿，所以他想要钱。我没问你，为什么偷走？你他，因为我才是悠悠的妈妈。你是？ 悠悠的妈妈，不可能！张兰，她是她用了我的头发，还抢走我的玉佩。她说的都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文姐，我才是悠悠妈妈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你得相信我。我宁愿没有救过你。 是他，原来那么早你就遇见，把他给我送进监狱！喂，文姐，文姐，没事，去，走走，我无辜，我无辜。 别碰我的亲人，英子，那傻站着干什么？快去追呀、啊！